料球两坏球。主棒滚地球，投手没有拦到后面的垒手，最终还是传了出去，形成了安打。唐兆廷接连着昨天连两打，是有安打之后，今天又是一支安打出现。中，是非常快的，否则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他们都是用速差来迷惑对手。基本功触及短打成功，池中廷最终是护送了唐兆廷上到二垒垒包。现在主要还是先必须要抢到好球数了。对。主棒一二垒之间的穿越安打，而对上的唐兆廷现在绕过三垒要冲回来得分。那陈杰宪马上就是安打建功，让同一师队在一局的上半呢攻下了第一分。对，所以回头来看陈崇廷第一个球就做战术啊，把跑者送到得点圈了哈，那这个短打就相当有价值了。跑者来到得分位置呢，随后靠着陈杰宪的安打就回来得分。